首先我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肯定啊。台湾这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日式的房舍，但是美式的房舍是非常非常稀少的哈。目前保存最好的，但是就是在我们这地方，但是最困难还是怎么去经营它，怎么去管理它。那我们就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人力，去维护这边整体的景观跟房舍的一个整体的造型的外观跟它的状态。我们也种了非常非常其他的树。那这个地方的整个景观呢，它是绿荫盎然。假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那个三代同堂啊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一起来这边露营野餐，来这边消费，然后来这边享受这个美式的时光。